现在还北区没有。弟弟跟爷爷要来捡鸡蛋了。我这里有，我说有鸡蛋，没有鸡蛋。好，把你捡。我这里。哇，大便呢？不要去踩啊！不要踩。我故意踩大便呢，我又没有故意踩大便，我是发现而已。我有好多鸡，我好想抱鸡，但是我不敢。抠鸡。不会的，那个都很漂亮，你看。它不会抠。在这里哦。我不敢抱鸡。这三只旧的了，都会欺负这个新的。是啊、哦。那、啊、你要的话，这个鸟笼这个可以的。三只哦，你说那三只旧的会欺负新的，所以你就把它抓分开了。对呀、啊，还是你要这个？这个是一只公的，两只母的。那是大只。这个会生蛋比较快，这个比较慢。没有母鸡，我要这个。这个。这个。爷爷，我想抱鸡。但是，姐姐，你要不要问妈妈？到时候拿回去被念了。不然你问一问，下个礼拜再用。打电话。打电话。